一人一句。就像我们写那种剧本给旁边的那些，每个人每个人都要讲到一句话。我投入不到，因为他们的样子哦，跟他们讲很拽。主持人，走喽，能怎样？既然是贼，那这些带走的东西，咱们都是要一一翻查过的。万一被你们夹带了什么出去，很容易被忽悠的。装腔作势。你看我怎样投入。来了来了，黄爷来了，英雄救美。DC 真的好人呢，天哪 ！DC 就是一个佛祖哎。我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是个男人，男人都会让女人伤心的。啊，这个他的故事一定是没有惊喜哦，他也是死几百轮。真的，因为那个王雄哦，也是心机又多端。